有一个丈夫陪着妻子去逛街，突然一个戴墨镜的乞丐拦住了他们，行行好，行行好，我是个瞎子。他丈夫呢正准备掏钱呢，妻子赶紧拦住了他，得了吧，你看看他明显就不是一个瞎子。丈夫想了想，嗯，我来考考他，就指着他妻子问那个乞丐，这个女的漂亮不漂亮啊？乞丐看了看说，漂亮。丈夫一拍大腿说，你看我刚才说什么来着，她一定是个瞎子。